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真谢。请大家跟我做伙皈依三宝。啊，下礼尊念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淡摩利约中尊，皈依净伽主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淡摩利约中尊，皈依净伽主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淡摩利约中尊，皈依净伽主众中尊。听看大经啊，可注第638页啊，638页第六行，古对三度下团，将看经文，若在三度极苦之处，见处光明，皆得休息，命中皆得下团。念老注解内面讲，三毒，毒者多也。啊，三毒就是三恶毒啊。三毒者，黑毒、灰毒、毒毒。嘿，为都是比如啊，地狱，无论是不寒不烈，你所见的相呢，是一片的黑海啊，所以讲个地狱称为黑道啊，净土呢称为秽道。啊，精神寥寥共识啊，这些野生的动物，现种的呢，真少，无定咧看到，拢嘛是好些大的动物吞食落去。啊，各物呢，真正多是互人抓到的啊，台死给吃下去，农作都是在老费啊，就是说这些都是由老费而亡的啊，都是指鬼道啊，鬼吃鬼呀。你心内有恐怖，时时刻刻啊不安，惊讲有人要个抬，要牙刀要个抬啊，所以这称之为多多。就地个有寒有烈。大地角呢，位在烈，
大地鸭是以火烧为主，现在大地鸭非常的恐怖，发明原子弹的这个人，我不是地鸭，现在大家拢看到了。大国小国拢伫咧拼命咧做核武的竞争，这代志严重咯。啊，伊伫什么地甲？都伫核爆地甲。啊，伊发明原子弹。啊，伫个地甲内底，逐工拢嘛就核爆一个库。啊，伊讲每一粒细胞拢嘛是几千粒细胞。这痛苦啊！也跟大家讲，发明核子弹呢，制造核子弹呢，下达命令的人，执行的人，去这个啊，这个操纵核武的这些人，拢总拢嘛是啊，无干地噶。而且这个战争是无胜负，是毁灭性的战争，同归于尽。啊！你想要害别人，把别人害死，你家己同归于尽，啊，无幸福的啊！啊，希望大家唔通去做种戆代志啊！啊，真正忏悔是个业务个消费，啊，唔通搁再做业务竞争。啊，那这个世界上真正个业务消灭。永远都无核武战争，啊，伊可能会离开这地壳，会超生啊！啊，那是讲这个世界上要核子弹存在，伊就啊离未开地壳，所以苦不堪言啊！地壳有遮多啊，太多太多，做什么款的罪业，做什么款的地壳，这是我头一摆啊听到呀。啊，又不地噶，啊，伊伫个内底伫个受罪啊，伊袂当出来。啊，拿出来都要靠咱人干哦，甲伊发明这个物件放弃，唔通去创这物件。啊，什么会当救这个社会？什么来救世界？以后都是讲这个答案，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、宗教教育都会当救世界啊！滕文碧在1970年代。在日本访问的时阵，有一个专题，宗教人民啊之必须啊。但换一句话讲，无宗教教育，社会动乱永远都袂当停止。啊，人民呢，无可能有幸福的生活啦。啊，宗教教育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三项的物件。啊，伦理、道德、因果啊。宗教向上提升，要两项，诶，就是究竟圆满的哲学甲科学。啊，这个代志呢，现代用著物理学家肯定，啊，特别是对佛教肯定。啊，所以地下叫做黑道，非常可怕啦。
人生在世，时间啊真短啊。算讲，互你活到一百年嘛是单子啊，真紧就到了。啊，精神互相担心，互相沾染。啊，死的时阵拢嘛会老悔啊，精神为悔多，五鬼定定未枯灭。啊，未灭的。何有势力的威王不死啊？啊，无自由，定定威暴，威酷恐怖，无名都多。啊！恶处众生，这个讲三恶道咯，在劫苦处啊！生活间内面，这个三道是上解苦的啊！蒙好公教，天苦休止啊！你得安息啊！啊！阿弥陀佛，佛光助教啊！光明显示光中之德，而佛光若说，即是归纳为十二德。啊，十二种，即、这个十二种展开无量无边，叫做万德庄严。啊，佛光普照，将来唔爱停止个啊！咱现在有得到无得到咯？啊，伫倒位咧？咱无看到。无看到是因为咱的心啊，一念有咯。啊，心无障碍。无事无明烦恼，个真心变成妄心，那无尽的烦恼，业障，我们在佛光下面呢，毫无感触啊。啊，什么人会感受到佛光助教呢？烦恼轻的人，业障少的人，伊就会感觉到，会感觉到都是得到佛光的利益咯。啊，伊的苦就减轻咯，那就停咯。那得到平安咯，啊，得到了休息咯，就是安息，我们该得休息啊。因何本愿？为什么会这种功德呢？四十八愿内底，阿弥陀佛把发愿，伊讲见我光明，照出其心。目不安乐，自心作仙，来生我国。弥陀有这个愿，这个愿兑现咯。啊，咱现在虽然烦恼业障真重啊，
咱会看到佛像，无论是雕塑的，或者是彩绘的，啊，咱知影有佛，咱看到经本，啊，这拢嘛是佛光啊。佛光永住伫这本书内底，佛光永住伫这个像的内底。咱看到像，就看到佛光；咱掀开经卷，就接触到佛光啦。啊，会当甲经的意思看有咯，记咧心内，依靠奉行。这落地就佛光的利益啊！只要功夫不间断，长时间的分析，一年一年的分析，咱伫这点击的内底，这就是信息。大概偌侪时间呢？一般人真正真呢？真正用功努力啊，精进不懈，大概三年，净土圣贤录往生端内面，咱有看到的。那一般以上，大概到三分之二，那念佛的人拢嘛是三年往生。啊，无可能是啊！这个三年的寿命，伊都够了。这个我唔相信啊！为什么三年会往生呢？所以寿命无爱低咯。我有本事看到佛，我就要要求我赶紧来去啊！啊，这修啊往生的人太多太多了。这个人啊，真正聪明，真正是有智慧。为什么？叫做世界环境好啊，那真正是心想事成，事事如意啊，自在无碍，是这款的环境。学习修行无障碍，无间断。啊，老师好啊，同学好啊。啊，老师是阿弥陀佛，到极乐世界，每一个人的感触，拢嘛是阿弥陀佛，每天来对我说法啦。啊，咱初学的人就会去联想到阿弥陀佛一个人呢，往生极乐世界人是无量无边啊，伊哪会当照顾会来呢？咱什么时阵会当甲伊见一面呢？这拢嘛有问题啊！咱因知影讲到甲极乐世界，阿弥陀化身甲真身完全共款。有偌济众生，伊就化偌济形象。我每一个人感觉到阿弥陀是对我真亲切，拢拿来亲自教我。我了有无明白所在，有足济足济些顶级菩萨、宝处菩萨，啊，迄拢嘛是同学，伊拢会当辅导我啦，拢会当帮助我。所以伫迄边咧学习一帆风顺，无一啰障碍，第一生圆满成佛，什么人拢会当往生？问题讲只要你相信，自作孽当罪孽的人，特别都爱会记得你嘛有份啊。
你毋是无分啊？啊，第十八愿内底，佛虽然有讲过，临命终时，十念必生。啊，但独我也是恶，诽谤大神。啊，这个罪业是无间地狱的罪业，未当救的，我拢未当救你啊。要唔过阿弥陀佛会救你啊，这啊不得了啊！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，条件就是讲你都爱真正忏悔，肯认错。我一个啊，坚定的信心，我以后未搁再做这个罪业咯。啊，你都真正回头，真回头，有信有愿，肯念十句的佛号，拢会往生。一切诸佛如来，咱会当讲阿弥陀佛慈悲啊，第一啦。未计较众生的过啊，这是咱学习的啊。阿弥陀佛，这么大的心量，咱今仔日看到别人做一点点啊小小的过失，甲五逆十恶诽谤大神啊来比，差足远呢。为什么未当原谅伊呢？为什么还搁咧斤斤计较呢？啊，咱都要向阿弥陀来看罪啊！啊，这个世间什么拢爱啉，什么拢爱尿，啉尿的人绝对袂去吃亏，吃亏就占便宜的人，也迄个吃亏的，都是讲伊得到。明明利用时间也未真久，真紧就消失去啊！然后这么多年未当个无明白这道理，中国人都爱中国啊！中国人都爱啊孝顺父母，爱尊敬祖先啊，有文的记载五千年的历史，对啊，亡国怕拉。人类生活都是社会生活可怕啦，到个新农发明农经，怕啦都是游牧民族，啊，农经是定居咯，新农到咱现在。四千五百年，头前是游牧，啊，这个四千五百年，东京社会安定，人民。安乐啊！天下太平，
啊，这四千五百年，这问题实在讲的是出的最近这一百年，这一百年问题暴露了。头前的一百年，问题也搁潜伏的，也真正有学问的人，有见识的人，伊看到了。伊嘛讲出来了，无人相信。啊，今仔日已经全部暴露了，啊，这个社会是有史以来毋捌有诶，这个乱象，人民连家己诶信心都拢丧失了。啊，无论。我想四维八德无去咯，啊，这是中国传统啊文化，记录的世界永远不败四项宝啊，将来靠什么？都、就是靠这四项物件。那伦理呢？和这个族群团结智慧。中国古早时阵文理内底全无团结，为什么？伊本来是团结啦、啊，对于啊根本上啊，伊都、就是啊都、就是团结的，伊掀开家谱，这就是团结的。所以外国人爱团结，伊是一盘散沙，所以要团结。中国人唔免啦，中国人天生就是团结啦、啊。我能发展到最后，心量拓开了，其他的人啊，拢嘛是朋友啊，朋友是五伦之一啊，拢归了到五伦的内底了。四海之内，跟兄弟啊，兄弟也是五伦啊，拢是兄弟，拢嘛是朋友。这是中国人的思想，中国人的理念，这个思想理念落实了，不是话口号啊，已经来做到啊。啊，咱爹两百年前开始啊，对传统文化怀疑，为什么西方文化入来咯，冲击咯？甲西方文化接触的时阵，对家己物件产生怀疑。啊，一百年前，那讲是怀疑，抛弃咯，放弃不要滴咯。完全有外国的，外国的物件好，有外国，外国的物件真迷人，这都是机器的发明。啊，中国人出门，坐马车，外国人出门有汽车。这人跟人未必哩，唔过讲咱都无想到，科学技术带予人类，现在人类开始质疑了，到底是福也是祸呢？中国啊，过去几千年来呀、啊，是福。不是好，买车一天会当行两三百里，
人情味真重啊。几千里，大概行一礼拜到十天，速度慢了十天，一天100里。啊，速度紧的时阵大概七天差不多了。人情味真重啊！这远来甲我看，啊，现在对中国去美国10000公里啊，这10000是公里啊，十天钟就到了。啊，这是好也是风呢？较早坐船。坐帆船，要坐轮船，坐轮船嘛都要20几天，坐帆船大概都要2-3个月。人情味啊，非常的重啊！科学技术进步咯，那一切拢方便咯，人情就无咯，付出的代价是甲经济拢抛弃咯。你唔得啦！啊，世界上确实未少有聪明、有智慧人甲人讲，科学技术啊，发达咯，这是挡袂牢的，也不断向前进。也那是人生的教育，你未着。也就是啊，科学技术带予人类就是灾难，不是幸福。那若是讲想讲要享受科学的这技术的便利呢，变做一种的福报啦，也必须人生教育啊立未着，都要立未着。换一句话讲，伦理啊、道德、因果、宗教教育，哎立着啊。科学技术啊，这条并进，安尼先科学技术带予人类，这是啊福祉啊，才袂去变进变作灾难。这个想法看法啦，这言论充满着智慧。咱也未当讲唔知影，就讲到智慧呢，就是、世界上出名的人，拢嘛有肯定中国人。啊，董太宗也讲了，文殊帝要会当救转世界。那这中国人的智慧啊，那真多外国人拢肯定，看到英文翻译本，拢嘛感慨讲，几千年前的人讲的话，现在搁有路用。伊无计时，永远啊！超越时空，这是真实智慧，这是啊真实的利益啊！然后本愿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：来生啊，无国。咱都爱甲即句话好好甲记条诶。我国都是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都是我国。咱来承认啦，咱是极乐世界人，极乐世界是我诶
故乡啊，我即卖是伫外面咧旅游观光。感觉真忝咯，转来去啊！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啊！啊，诸心做先，爱有大慈大悲心啊，先利益众生，绝对袂去做伤害众生的代志。啊，完全这主拢未伤害。啊，阿阿弥陀佛啦，摩耶十恶回谤大乘，拢嘛无伤害念头。啊，所以啊，也世界叫做极乐啊，尽处。殊胜啊，公益啊，佛教的利益啊，用咱现在话来讲，释迦牟尼佛甲佛教的利益，甲一切诸佛教的利益。用什么方法？我来得到呢？你所用的方法，中国古代在先贤啊，怎样教学？为先啊！《礼记》呢，先有建国教，到汉朝初期，迄个时阵佛教还未传来中国啊。那建国国民教下为先，就是中国古人的理念。那后来到中国了后，这个理念嘛扩大了。诸佛如来普度众生，凡为一切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苦难众生，用什么方法教化啊？佛教的这个讲经啊，教化。就是这个方法啦，这个方法具足啊无量功德，解决啦无量的问题。那真正不可思议。咱看中国历史，过去。太平盛世时阵呢，你详细去观察，儒释道是咧创什么代志？拢嘛是教学，那学儒的人侪啊，学道的人侪啊，学佛的人侪啊。那这三个教学的课程啊，都无同，内容啊是一致的。用佛的话来讲，拢嘛是要帮助人离苦得乐。这是啊，儒释道三教教学的这个啊总目标啊。因为方法不同，无非就是要让人离苦得乐，无非是要教人破迷开悟，
啊，这就是啊，本经所讲的真实之际啊，真实智慧，真实的利益。啊，咱今仔日行的路，是行这个生活之道啊。啊，种种诽谤，种种障碍，种种陷害，拢嘛是咧考试啊！看咱修持功夫有得力无？是咪顺利通过？啊，顺境现缘，是毋是有生贪着？无贪着啊，对，都通过了。业境恶缘，佮无怨恨呢？那是有无通过？那是无通过了。所以，遐冤亲债主啊，都是好人是歹人呢？你通过了，遐是好人，无。伊个障碍，那会知影我家己个功夫呢？那会知影家己个即个境界呢？每一尊菩萨成佛，也都要经过偌济摆考验，唔止啊一万次啊，唔止十万次啊。啊，无量次的考验，伊啊，拢通过咯，无障碍。什么原因？伊知影，凡事上皆是浮梦，浮梦藏在心内就错咯。哎，个真实藏在心内，什么是真实？啊，真实讲到究竟，无人会了解。为什么众生拢着相？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这是真实，这人唔捌啦。阿弥陀佛有方便，互咱看会着，望会着，真实法妙极了。这话什么？南无阿弥陀佛啦！得这个名号，这个名号真实当中的真实，念念唔能够好好未记哩。做门大爹定定的讲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啊，念头无论是善念、邪念。恶念唔免惊，唔通可以相信，结果是第一念头拿出来咯。第二念头啊，都是阿弥陀佛，回归到阿弥陀佛了。所以啊，一切拢中百变咯，全拢化解了。这个方法是足妙的哦，真正会当帮助咱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，圆满成就佛道。啊，所以爱随缘。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这个众生无欢喜菩萨，菩萨就行较远远的，可以欢喜啊，唔那会生烦恼。等个也回头，需要菩萨了，菩萨就来了，慈悲到极处咯。菩萨未记仇的啊。其实你对我安尼，我是安尼来帮助你，我未不好就好了，唔是安尼的，菩萨也是会帮助伊。
菩萨甲伊当做家己看得眼款，这叫做菩萨啦。菩萨那有分别执着，迄都是凡夫啊，唔是菩萨咯。啊，为什么？只有菩萨知影讲一切众生啊，本来是佛，做做无量无边罪业的，伊本来是佛啦。为什么做罪业伊糊涂咯，迷咯？一个时阵都爱啊原谅伊啊，啊都爱呀啊同情伊啊，怜悯伊，哎真可怜，做出这款恶事。啊，菩萨未计较，有人会计较，什么人计较？业力计较啊！这个业力会引导伊去六道轮回去受报啊！伊安怎对地狱呢？业力啊，牵伊去的啊！啊，这不是人啊！无人做这款代志，嘛无鬼神，嘛不是阎罗王。我们是上帝加个业力，祖祖连连伊都去遐啦，还幸福地狱，安怎可怕呢？现在透这个信息，咱才知影，以前我无想到，规身躯每一粒细胞，拢那像伫个幸福状况下面接受。大概都是三四千粒许多的高温，你讲这偌艰苦，你想也苦不敢端。啊，这个痛苦的时阵，人未死去呢，风一个吹过挖咯，挖过修，无停地咧修，就叫做真苦啊！也真可怜啊，啊，做什么款罪业，都有什么款的地狱。那起什么款的恶念，啊，都有恶念的这地狱。啊，地狱的这名目太多，太多了啊！啊，这拢嘛是众生不善的念头、不善的言语、不善的行为所感到的啊。啊，咱每天看到佛像。听个佛经，这就是接触到阿弥陀佛的佛光啊！应当爱记哩，诸心作善来生无苦啊！这是阿弥陀佛的呼唤人，你把这个事情送好人，今。殊殊成功业啊，这是出关啊去成就。经文命中啊的下团，最后一句经文命中该的下团，这是我们中诸心作善啊，往生极乐啊之意啊。的这意思，你安怎得到解脱？解是解除烦恼，解除障碍啊，业障。脱呢是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这个解脱。永远拢未跌落到内底去变生死轮回这款代志啊！啊，到个极乐世界真正就是解脱了，不是讲不可能，不是假话啊！
现在人真爱讲假话，普遍的讲假话，讲真话嘛，无人相信。人拢认为讲你是咧讲假话啊，造成阿佛的困难，信心未当建立，甲佛的话拢嘛变作假话。但今日世界是假话，轮回是假话，地狱也是假话。因果是假话，拢总拢唔相信咯、哦。到伊啊，你命中对着去地狱来对时阵，后悔都已经啊未赴咯。啊，恁遮侪年来接触到真侪附体，每一个附体拢嘛是真正后悔啊，唔知是真的啊。现在口口声声甲人讲，鬼神是真的，三摩都是真的，地狱是真的，大行拢是真的，叫世界嘛是真的，拢想要往生叫做世界，唔去业障重啊！无人带伊去啊！啊，善心即起来，恶念搁再生咯。恶念甲善心，阮跌落去咯。恶个力量大啦，啊，所以啊，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艰难。有想可见，三途极苦啊，之众生，达利达故拢嘛是实实在在。以见功过，上灵失苦啊！我伊啊修的苦，暂时去停一下。啊，即个恶道的众生呢，会当附体来甲咱透露即个信息。这是佛公那个就业时阵，伊啊苦停止一下尔。把信息捞出来，信息捞出来，这新鲜。更难啊，唔当去学伊这款模样。那伊做一件好事，那伊罪也阁真重啊。附体完了后，再阁登去地狱啊去受苦。真可怜啊。啊，命中往生，故地弥陀愿力，为功立修之力，故不可思议。啊，往生拢嘛是靠阿弥陀佛的愿力。但若无念弥陀，要搁念什么呢？啊，所有一切念头来对，究竟圆满的善念，都是一句阿弥陀佛。这些人无罪啊，真正知影。啊，这句好好藏在心内，是啊，分秒必争啊！我未当让我的时间一秒钟都错过，无去念佛啦。虽然无念会用呢，心内都在念念相续啊。这念头煞，这念头唔通有其他杂念。唔通有其他妄念，咱才会当把握往生啊！真正的得生，得生净土里的有地啊，时机，你知影讲你什么时要去？但为什么知影？你肯定看到佛，你肯定看到叫世界。
那心底达到一定的清净的境界咧，啊，你都会去看到。这个唔是伫咧做梦啊，唔是咧幻想。甲你讲啊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所以呢，这是怎样阿弥陀佛的愿力，阿弥陀佛的奉公摄受。啊，这能量了嘛是不可思议啊！唔是讲咱会当去想象，嗯，啊，咱不可思议。阿罗汉比丘佛，三行的菩萨，因嘛是啊不可思议。啊，真正了解的都是要发心大师。那发心大师虽然讲明了，也无达到究竟圆满。究竟圆满那是分呢，所以为分无分，方能究竟。咱来相信啦，佛啦是无理由欺骗众生的。凡是欺骗众生，家己一定有意图。伊才去做这款失德的代志啊！伊家己想要得到利益，那家己无利益通得到呢？伊也做这罪业，迄就是精神无正常，笑话呀！那正常的人哪会讲做这款代志呢？那用这款的来形容。诸佛菩萨，伊唔是精神无正常啊，伊唔是笑呀，伊是真的啊，伊啊无任何利益，确实就是无人无精无色无求。啊，因为什么来世间的愿力啊？啊，初学佛的时阵，伊把发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咱拢有发这个愿。不管你是真的是假啊，你念假啊，你是佛菩萨面前念假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啊，到成佛的时阵兑现咯。啊，未成佛的时阵，我心内伫咧想啊，我能力做未到。心有余力不足，到到有能力的时阵，家己的决定会兑现。讲话啊，算话啊，啊，要帮助众生大生，爱帮助家己，家己若无成就，就袂当帮助众生。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古今中外是无例外啊！啊，帮助家己，在心爱断烦恼，啊，放下根本烦恼，贪嗔痴慢疑恶见，人的根本的烦恼，到下面的一品呢，咱就会去学到啊。爱学法门，攻下道门，来成佛道。只有成佛道，你的这智慧、神通、道力，才会达到究竟圆满，完全拢无障碍。有缘的众生，无论是善缘是恶缘。以生生世世轮流地多一多，佛是啊，完全拢知影。那有缘按怎呢？有缘就跟我有关系啊。啊，我去教伊啊，伊就倾听，
接受，你即卖伫个苦难当中，我帮助伊离苦啊，得乐。啊，若是无缘，啊无缘，伊就袂接受，伊袂接受，佛就袂当去度伊咯。啊，凡是当接受，拢嘛是有缘的。叫佛不度无缘的人啊，这个缘在于伊是不是肯接受。啊，佛的教化无中断，只要倾听，听久了，人自然就会感悟，自然就会回头。世尊当年在世，教学49年，无一天中断的。啊，长期伫咧地佛咧，无离开诶。这个从经典上记载，1255人。咱会想到讲，肯定要一寡在家啊，无出家嘛，对随释迦牟尼佛。出家众是同款呢，因未离开，因长期接受闻道。那本经顶面有证明啊。啊，上首表法里面讲了16位的菩萨，啊，在第二篇经文的一个开端，16位菩萨，这16位菩萨，拢总是发心大士啊，顶格菩萨。拢嘛在家人，出家菩萨表法只有3个，在家都有16个，这意思真明显咯。甲咱讲，在家学佛嘛会成佛，这个法门啊，啊用意真深，咱都爱想看。啊，出家这3个文殊、普贤、弥勒，下面有观经法，有观无量寿佛经顶面的话，无量寿佛有84000相。伊诶相中各有84000随行好，伊诶好中各有84000光明，伊诶光明遍照十方世界，念佛众生立处不暇。这释迦牟尼佛讲诶，绝对是真话。如来是真古者，实古者。不妄古者。啊，你相信啊，你都有福咯。啊，伫即地甲你真正说明，到极乐世界，咱的身体是甚么款呢？那不是这个心咯。三十二相80种好，是佛随顺印度人讲的啊，不是叫做世界的心啊，这个所在讲真话咯。
揭露世界人的上好，也是无法想象、不可思议。大王升到揭露世界身形，甲阿弥陀佛完全同款，拢嘛同款。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。84000相，每一个相，一一相中每一个相，各有84000随行好。每一个随行好内面，各有84000光明。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，念佛众生业处不暇。只要真正想要往生的，拢会得到佛的接引啦。来接引的佛是甚么款呢？无一定。罪类化身，也就是讲，你介意啊，什么款，伊就现什么款来接引你。那这点真重要，咱念佛的人甲佛爱相应啊。我这个几十年念佛，我供养阿弥陀的像，就一尊尔。就是这边的这尊，都这尊，这个像是我在台湾建立第一个道场，经历华中图书馆。以后我就创一个视听，就加到佛教视听图书馆。我就是这个道场尔，无佛像，就密林老居士对大陆带来这尊佛像当作宝贝啊。手中的厝内，无佛师蛮好，佛师佫惊弄破，伊是肥的。甲我讲，这个佛像有300多年咯，古董啊！真的，这个鸭非常精致，上来图书馆来看我这个无佛像。我供养，那老基督往生咯，这个上亚佛师底下，我出门都未方便，变怎翕相啊？所以我咧翕真正多相片啊，大大细细，这个放上大，放上大一张。为什么呢？大家看印象深刻，我往生。阿弥陀来接引我，肯定就现在上。大家个看，大家个念，总归会念来。到底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啊，相都会变咯，变成什么相？观经顶面咧讲的这个相。咱家己的心呢，咱家己的心现的是跟阿弥陀佛同款的相，画不出来啊！我家只后一张叠落妙高图，刚要注意啊，为这张叠个变相图，佮为这张叠落世界两个来对比，你看看没？作业往那边去。念佛向这边来，为什么不歇息？
无用颜色咧，画不出来啊！这个标不思议，只有白描画不出这个颜色，这代表不可思议，无办法想象。那三十二相都不容易画出来，八万四千相要安怎去画呢？一叶火中有八万四千光，一叶光中遍照啊十方世界念佛的众生。阿弥陀佛在做佛事啊，来加民众生，希望无量无边世界，每一个世界，每一时，每一刻，往生极乐世界有偌济人啊，无办法计算啊！啊，咱这地球上。魏晋南北朝，一直到清代，每年王姓的人数可观呐。啊，咱这地球这水，自从无罪。啊，咱知影讲，比咱地球大诶，即个星球啊，真多。啊，太阳比地球大31万倍，啊，太阳伫太空诶当中，嘛毋是最大行星，而是最普通诶。一个星球，这太空的地色，爱怎样？每天要看太空，看这个星，这怎样讲？人是偌尼渺小的。地球在太空的当中是一个真渺小的星球啊！人在这地球上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？啊，起心动念就错了。为什么不老实念佛？回归极乐世界呢？阿弥陀佛，伊手拢咧湛蓝啦。啊，你这世间，咱要做的代志，要做最好的代志，只有自先。最好的代志，无非就是劝人念佛求生净土。好事当中第一项好事，怎样做？诸佛如来在做，观世音菩萨在做，啊，因认识清楚，真正聪明白咯。啊，这些呢，都嘛是替咱做证明的呀。然后跟咱讲经教学是咧困难，这些菩萨是咧跟咱作证的，因拢嘛是念佛往生成佛的，跟咱讲啊，这个代志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啊，咱伫这一生当中，有限的时间之内，
一定要把这代志办好以后，其他拢嘛是小块的代志啊，不足以为道啊。无论是善是恶是念嘛是正，拢总甲放下啦。经内底讲啊真好，清净平等觉啊，这是咱伫这个世间努力修行的这个目标。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修大觉之心。这个机会是非常困难的去拄到的啊，好难拄到咯。拄到了后，认真来去做啊，决定求生。而且就是今世啊，这个世界就要看破，绝对唔通搁再留恋。来有缘帮助这个社会，帮助众生，绝对袂攀缘。攀缘就错咯，攀缘你是为什么？你有什么企图？有什么欲望？那无企图，无欲望，你攀缘会种什么？攀缘是袂当啊，成事的啊。虽然别人来找你，你个帮助容易成就，别人唔免我帮助，我去找人要个帮助，这个攀缘，这错了。过来做书代替，果然做真好的榜样。你看，像周六做慧能大师，那个时阵武则天的做皇帝，清修大师。推荐慧能和武则天啊，武则天下诏书，请慧能大师进京。迄个时阵，首都长安，唐朝时阵，就是现在西安。慧能大师唔去啊。伊讲有气，身体无好，啊，这就是政府讲这个方向车来咯，啊，唔肯去啊。啊，武则天嘛无办法啦。送伊家私，送一款礼物，送慧能大师。这拢嘛是甲咱修人做榜样诶，唔免去攀缘啦。啊，伊来访问，咱也欢喜接受。有什么疑难杂症？出家人有智慧，会当帮助你解决，提供建议乎你。做唔做啊？都、就是你的代志咯。你会当做你的人民，是你修好。啊，你唔愿意做，你唔相信。嘛无所谓啊，根本都未把这个代志放伫心内，安尼就对啊。啊，历代偌济祖师做出这款的榜样，互咱看。佛弟子呢，啊，
无论出家在家，对社会、对国家、对人类的贡献是什么呢？都是讲经教学。啊，实际上有需要见面，无需要。啊，尤其是现在这时代，用这网络来传播，用卫星来传播，大家拢会看到啊。啊，咱有甚物好的想法、看法啦、啊，咱拢讲出来，你拢听到，无需要去见面啦、啊。那你逐工伫咧收听，就是逐工咧见面啦、啊。啊，真正问题嘛，无需要见面，传呼我，我就会当伫网络顶面啊，甲你啊解答。啊，生气啊，真多。无形的劳累啊！啊，过去是无这款的传媒，无办法啦，一定要亲身来拜访，亲身来访问。现在唔免啦。难怪看下面念乐姑八九站，八九站顶面讲，不为无言公婆教，为必念佛龙生灵，菩提真是念佛之灵，该是无言无功之灵呀。这句话讲得真好啊！八九三昧赞，不公就是什么人？就无言的人。啊，无言呢？无言嘛会照啊，光明啊，亲像日头同款，啥物拢嘛照，有光嘛是安尼生啊。但是讲真正受利益呢，那是着有言的人。无言的人虽然照，照了未受利益。亲像咱现在嘛咧放工啊。无线电波就是讲，网络就放工，卫星电视嘛咧放工，做出来这供电嘛伫咧放工。但有缘的人伊听啦，伊收看啦，啊，伊得到利益；无缘的人伊就袂看啦。但因倒有电视，频道袂拍开。啊，有网络，伊都未收这个网址啊，迄都啊无办法咯。也可是会送去引导啊，送去眼前，伊都不爱看啦。这个无言的人啊，所以讲有言无言，唔是伫佛里边，不菩萨啦、啊。啊，决定是无讲有言无言，为什么菩萨是未分别呢？有言无言，迄就在分别咯。分别是凡夫啊，夫呢，伊啊不起心不动念，念头都无啊，那是佛。起心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那是菩萨。啊，起心动念有分别无执着，那就是阿罗汉，是别之佛啦。啊，起心动念。分别执着拢总有，啊，这就是凡夫啊。
所以佛讲普照啊，无一个去闹交。啊，包括九把灰草、山河大地，整个虚空拢总伫佛光之中，完完完完，甲佛有缘的人，念佛求往生的人，嘛是真容易接受着。啊，特别是这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一本念作老居士的集书，妙极了，正确，正确。真正喜忧难逢啊！真正有当下发心吗？甲五念祖老居士注解，对头到尾念一遍，做做一功德，听五乐的讲经啊！啊，这个互人安怎？人就听多咯，会听30遍以上，这个人就有信心，对这个世界未怀疑咯。就照安尼念就会用哩，唔免求解，就念注解，念经念注解。啊，用咱这本会用哩，唔免用口注，嘛会用哩。这成本较低，大概这部经应该有些功德都有够了。现在你看，一、那个小小的播经机，能1200小时，就小小一个小的机器来对，这非常非常的好啊！这拢嘛是功啊！啊，这是弥陀所弘的功，定定来听。那简单，为什么听好听无唔免管你啊？唔免插是不是了解，都、就是接听，听听听，跟咧妄念拍掉，跟咧妄想拍掉，哎，清净平静心的现前，这不得了咯！啊，这功德就足大咯。为什么清净平静心的心智慧啊？那个佛同款的智慧啊，这个不得了啊！我个这方法传到大家，大家都唔免来香港来跟我见面。无法多做念佛，那是真正的跟我见面咯、哦。啊，走来即地，跟我是见袂着啊！一定爱明白一个道理，最后咱拢会汇集伫西方。叫做世界啊！啊，你去我嘛去啊！啊，咱终极目标、最后愿望，参加了阿弥陀佛的大法会啊！啊，叫做世界大法会。古地真是念佛之人，真信西方有极乐世界，真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！真信阿弥陀佛48愿，念受十方诸佛刹土。一切
五言众生，五言众生上包括顶格菩萨，下面嘛包含无间地狱。啊，那是工作，真正无闲，无时间听这样大批经，你啊只听一品、第六品、四十八愿，一遍一遍来个听，听上几百遍啦、啊，几千遍。效果同款的出来，啊，世尊在世，为什么讲经？四十九年，这个代志，这个道理，咱一定要了解啊。啊，昨昏有技师伫北京拍一电话给我，因也去参观国子监，看到国子监是清朝皇宫皇家大厦，啊，迄种教学的智慧、教学的理念甲方法。因看了了后，佩服到极处啊！这弘忍大悟，或者经常教的，要安怎培养弘法人才？培养老师佛讲，国子监内底拢嘛是用佛讲，佛讲是对佛经上传来啊，两千年前传来中国。道家接受了，道家嘛接受了，那三教这个、一千七百年培养人才，拢嘛是用这办法啦，效果都都哦。啊，这个办法就是讲经，老师大家讲经无中断。啊，培养下一代的老师，免他算，都伫听众当中，听讲听众当中去选拔人才。人才有三个条件：第一个品德，啊，品德还好。换一句话讲，真正接受过。当年的扎根教育啊，啊，这基础非常的重要。扎根教育特别的注重的孝道、孝亲、尊师啊，都是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。那因果的教育是圣方庙啊。伦理道德的教育是儒，儒甲佛拢有啊，了解五伦、五常、八德，而且伊做会到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第二条件，理解力真强。一听了，伊就了解。第三个条件，记忆就爱好，一听了记哩。有这三个条件，就该算出来。
不用一直待钢筋发丝。没安装嘎呢好杠。叫做好修足。啊跟老师所讲的重复讲一遍。唔准你增加老高不要紧，老老实实跟老师所讲的重复讲一遍。嘛有听众，逐天啊听经啊，逐天啊复讲，老师早起讲经。听人下晡复讲，暗时复讲。如果那复讲人的多，有三月就有三月小教室。每一个人伫这教室，拢有一寡听众，人数无多，安尼先培训出来。这个方法呢，在佛法里面是阿难第一个。咱知影讲，世尊当年在世，讲经是无文字留落来，啊，无讲义，无课本，完全靠书。啊，世尊灭度了后，这个弟子对这个记忆里面啊，甲老师所讲物件记录落来，变作经典流传后世。地理上好的是阿难呐、啊，阿难具备这三个条件：德行、持戒、清净，有真诚心，有恭敬心，啊，伊会当理解，有智慧，伊记忆好啊。几乎每听去一遍，伊这一生都未去未记哩。啊，所以就请阿难复讲，结集一切经中，拢嘛是阿难复讲诶。所以头一句就讲：如是我闻呐、啊，如是是指这部经典，我是阿难自称，我听释迦牟尼佛伫咧讲诶。这里面无一句话是我家己的意思，拢嘛是佛的这个原话，安尼先记录落来。哦，大家啊，静心呐、啊，各讲出来，佛在什么所在讲的？那时间呢是通情一时，我为什么当你印度无统一？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立法，都叫排挤的啊，所以就用一时。啊，遐个听众呢，都嘛伫书分内底，像会议记录同款，会当啊，出信有人，唔是我一个人听，有真侪人咧听。啊，佛讲经从水中一定咧在座1255人，基本的听众啊，啊，古人来做证信、做证明，唔是阿难为做呀、啊，确实是有这款代志。以后世世代代都嘛是用这个方法，啊，真有效果啊！我伫台中啊，多少十年，人家李老师学讲经，就是啊，佛修做啊。啊，你在我的同学佛修做真困难，
佛修做教学，啊，只有两个尔。阮哪有迄个机会啊？无机会就爱家己想办法，找什么找东修？我拜伊来去恁兜讲，拜二来去恁兜讲，听从两三个、三五个就会用你咯。家己无想办法，袂用你啊！啊，甲老师讲的啊，经复讲一遍。啊，大婆经啊，楞严经，老师讲三年咯。我嘛是安尼，伊讲一遍，我嘛讲一遍，我嘛讲三年，这部经讲完完。啊，老师开讲华严，华严是我开请的，有八同学联名请老师讲华严经，意思是咩？因为老师啊，主席经还未讲完完就袂当走。结果是经真正无讲完，伊就走了；讲一半，伊就走了。97岁啊！啊，方言我只听一关。啊，这关我听了后，全经我就会晓讲了。啊，所以老师伫台中咧讲华严，啊，我来台北嘛讲华严经，一个技术的道场，我伫遐讲，啊，我讲了不偌久，就超越老师咯，因为老师一礼拜是讲一拜，啊，我一礼拜是讲三拜。啊，所以大概他无一年进度了超前咯。迄个时阵80啊40，我当时拢讲80华严，一礼拜讲两拜；40华严讲一拜。我讲了17年啊，讲一半无讲完，定下定咧出国啊。一个出口就停了，回来就刷落去讲，啊，就是一部华严，一部啊无录音，无记录。啊，第二拜，我伫新加坡，你无完技术代表大众来去请。啊！我第二拜伫新加坡来讲华严，啊，即摆讲是有录像带，然后有全部录像，啊，这是讲80华严，我会记咧讲到十住品合计咧，啊是。4000瓦小时，啊！这部经那是要用我这款讲法讲完满，我估计需要20000小时呀、啊。所以我在澳洲、跟吉尼斯会大学校长讲起。伊问我讲钢筋的代志，我就讲恁呐有倒只大学来对开课20000小时的呢？20小时就是一个学分，敢无迄款课程有10000的学分呢？无啊！但伊了解这个。事实真相啊，都会当体会到，佛经的教学是也不可思议，袂当啊，轻视啊，啊，这部无量寿经，佮
加入这个注解，我讲一遍，表示时间是1200小时，600学分呢。大学内底哪有这种课程啊？真是智慧啊！咱来看尾后这段，孟西书说话。孟西是日本的正宗大德，那伊有《无量寿经》注解，内面有一段这款话，讲问这假设问答，人间行者。有见公然，三途众生起得得见。这个提问提得真好。人间的念佛人，这个行者就是念佛人。看到啊，佛光是无容易。有几人看到佛光呢？啊，伊啊，伊估计你。人间就困难，那个三途啊，就更加困难咯。七时道、鬼道啊，这个地狱道，上界困难就是地狱，也罪业太重咯。无鬼道甲净时道拢嘛，佫比较容易。下面解伊答的。孟西书解答：心地观经，有一句话讲：以其男女对性好，有大金刚照地狱，宫中演说七妙音，开悟浮妙令法义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。啊，有鬼啊！地狱道的人，伊安怎会看到有光呢？是伊有儿孙、后孙的儿孙，给伊超度。啊，超度是唔通轻视哦，有路用啊。啊，咱这十几年来提倡三时系念佛书，效果非常的好，面容亮丽啊！因为这开始来就开始个真好，中风三书，慢条时阵的人。啊，咱嘛是拄到一款附体，迄个时阵我伫个罗岗，那亲像是2008年的寒天，我伫遐过一个冬天，讲一个月经，啊，伫罗岗拄着附体，鬼神来求我，求我超度，伊讲灾难太多。啊，太大咯！啊，鬼道众生啊，啊，足多。我迄时阵就咧想讲，我讲啊，咱这个三时系念做七个七，连做七个七，49天，伊讲袂用呢。七个七是袂当多用啦，我讲要安怎？一百七好无？啊，会用你啊！最后嘛，真正是一百七。那一百七就是700天啊，每天做一百七。啊，你做的时阵，你就非常欢喜，就是归心欢喜。我都肯，我都发心啊！我讲你来做三时系念的主法啦，这活动一日做起来，真正起作用。
伫中国大陆、伫台湾、伫南洋、伫法国，那么做一摆，伫苏里兰卡最舒心，伫总统府内面做，总统夫人亲身出来念香，带着三军总司令。啊，非常难得啊！好主对仙，容易如此，弥陀功业及东观佛，一点也未记啊！所以咱的道人，也唔通未记哩道，即系轨道，轨道众生比人较侪啊！迫切的求超度啊！我深受感动，所以我恭敬该服侍拜位。那一部经讲完满，一定是以三世念佛书做总结。今仔日的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